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我们这一集是三角形的这个几何的最后一集，到了下一章，下一集我们就要介绍到这个平行和平行四边形，还有四边形的相关问题。那么在这一集呢，这个我们来最后这一集要来处理一些前面留下来的一些很好的问题，还有包括延伸我们上一集教过这个同底等高的这个面积的推论，来看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形。上一集看的不够复杂，更复杂一点。来，这里这个是机测题，它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问题。在这个圆上有八个等分点 ,1,2,3,4,5,6,7,8, 那试着比较它八个点上面有编号，就是 1,2,3,4,5,6,7,8, 那试着比较什么呢？它现在讲这个四边形 ,1,2,4,5,一二四，好，更正，四五啊，好，就是把这四个点连起来，四边形一二四五，还有四边形一三四五，一三，哦。四五，还有三角形一三五，一三五，的周长哦，试着比较我刚才画这三个橘色的四边形哦，其实是一个梯形嘛，一二四五和这个。粉红色的 1345,1345, 和绿色的三角形135的周长。这样子。那这样子的问题呢，我为什么说不错呢？因为它八个等分点，在这里先讲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八个等分点，所以这里围出来是正八边形，正八边形。那所以12和45就是一样长，都一样长这样。然后13跟35也会是一样长的。这个都是可以直接先讲的。那当然因为机测考的时候大家又学更多了。大家学完这个国三的圆之后再来看这样的问题就不需要去讲了。因为圆里面会提到一个性质是等弧对等旋。所以你现在看到跨一格的都一样长。跨两格的这种也就是一样长的。这样子。那请问刚刚讲这两个四边形哪一个长呢？那其实呢橘色的 1,2,4,5, 我刚刚讲到一点嘛，就是跨几格这样的概念。橘色的 1,2,4,5 呢 ,12 是跨一格对不对 ,1,2,4,5。它这个有跨一格的有两个，跨两格的有一个，然后这个是跨四格的 ,2,3,4, 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粉红色的。粉红色的是 1,3,4,5 哈，那1,3,4,5其实跨一格的两个，跨两格的13哈，这个是两格的，那15呢？那所以其实这两个四边形的周长一样长，看吗？看这样有看出来吗？1,2,4,5是两个跨一格的，一个跨两格的和一个跨四格的嘛，就那个直径哈。那这个1,3,4,5呢也是两格的一个，一格的两个和一条直径。那剩下的问题就是三角形135。三角形135它是那这个四格的没有问题嘛，就是直径。那结果呢这个是两格，这个也是两格。那这样子它跟它们的周长，这两个周长一样嘛。那它的周长是比他们多还是比他们少呢？你们觉得呢？那这个在考什么？这个在考这个，你看哦，这里哈，我拿这两个来比，他们都有一个四个的嘛，都有一个两个的嘛，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两个一格的和一格两个的，到底哪一个比较长？那这个我们回来图形上看哦，两个一格的。看一格两格的，这样有看出来吗？它其实在考的就是三角形两边和大于等于大于第三边，大于第三边没有等于，两边和大于第三边，所以呢，这个等于这个大于这个啦，
对吗？三角形135的周长是最小的哈。好，接着来看这一题啊，这个三角形 ABC 里面哈，他说 A 珠比 AE 就等于 BF 比 AF 是二分之三啊，然后这里撇两撇代表这个珠是 BC 的中点哈。那请问这个 B 三角形 BEF 啊和大三角形 ABC 啊的面积比是几比几啊？那这个要会自己推论啊。那如果你能够自己推论的话，按个暂停啊，先把它写完啊，因为我要直接讲了。那要留意的一点呢，虽然他说这个 AD 比 AE 就是 BF 比 AF 是二分之三，可是这两个比是有点不一样的哦。BF 比 AF 啊，这个三比二啊，比值二分之三，所以是三比二，三比二是这样，三比二。可是 A 珠比 AE 呢 ？A 珠是这整个 AE 到这里而已，所以 A 珠比 AE 是3比 2， 也就是说这段是1。哦，所以说这里比起来是1比2。那么于是哈，我们刚才之前的那个上一集的示范是从小的比到大的嘛，那我们现在从大的比到小的哈。如果 ABC 要往下比，要往小的那边比，我可以把它剖一半嘛。所以 ABC 齁是两倍的 A， 那我既然要比东西在这边啊，我当然不会去写 AC 珠啦，当然是写这个 AB 珠嘛，对不对？三角形 ABC 齁是两倍的三角形 AB 珠，然后 AB 珠要再往更小的比齁，那有跟它同底或同高的话就是这边嘛，对不对？齁这边。那你也可以比这个啦，你说我可不可以跟 AB 珠会跟 AEF 他们的底在同一条线嘛？可是问题是他们顶点没有相同啊，所以你没办法比高哦，拍谁那所以 AB 珠、哦、要往更小的比，就是比到这个 BDE 或 ABE， 那当然要尽量要包到我最后要的这个目标嘛。所以 AB 珠呢，我们拿去跟三角形 ABE 比，那是底的，因为他们等高齁，所以底的比是3比2。所以它是 ABE 的二分之三。然后 ABE 又是 BEF 的齁，又是这个底在同一线上，高顶点相同，所以高相同齁。那所以这个ABE 是 BEF 的5比2、哦、这个三分之五、哦、那所以呢 ABC 就会是两倍的 BDE， 然后 BDE 是二分之三倍的 AB，AB 是三分之五倍的 BEF， 所以约所以最后答案比是1比5，这样可以吗？好。那在这一集就是我们在这个三角形介绍的最后，透过这个同底等高的概念来去教两件事情，我们在下一章介绍到四边形的时候就会用到了。首先就是平行四边形里面，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底乘高嘛，那平行三角形的面积是底乘高除二嘛，所以如果你在平行四边形里面有一个边上一顶点一连到这个底，产生一个三角形，那这个三角形是 CD 乘高除二，那平行四边形是 CD 乘高不除二。换句话说，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会是二分之一的 ABCD， 也就是说呢，这两块合起来也是二分之一，然后这块也是二分之一，整个 ABCD 的面积，这一点是要讲的。
那么然后来看右边这里，在梯形里面呢，三角形 BCD 它是 CD 乘这个就是高嘛， CD 乘高除2，然后三角形 ACD ACD 也是 CD 乘这个也是高，这两个会一样，这两个数字会一样，所以三角形 ACD 也是 CD 乘高除2。那换句话说，刚才画这个绿色的三角形和这个咖啡色的三角形的面积其实会一样，可以吗？那在面积一样的情况下，已经被我画的有点花了，我画一个在下面。好，这个三角形和这个绿的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面积会一样。那面积会一样的话呢，这一个减掉底下这个绿的右边，往右边歪的这个绿的减掉底下这个是剩它，左边歪的这个咖啡的减掉底下这个是剩它。那因为绿的跟咖啡的面积一样，又减掉同一个，所以其实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被我用圈圈填满的三角形，和这个被我用三角形填满的三角形呢，会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梯形，简单来说，如果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梯形，那我把它的两条对角线拉起来，左边这一块的面积会等于右边这一块的面积。这是梯形的特色。来看上次的作业，我们上次说到这一题，它题目出的有点奸诈，为什么呢？好，那个先来看完它的题目，它说这个长方形被切割成四块，然后 bx 等于 xy 等于 yz 等于 zc， 这样子都是三分之一的 ab 都是6，也就是说 ab 是6，它的高是6。高是6，然后底是它的三分之一是2，到目前为止可以吗？那我说它为什么有点奸诈呢？它说里面有两点 P 跟 Q， PX 等于 QX 是2，然后 PC 等于 QZ 等于6。那其实呢，这样子的写法是故意把题目变得更难懂，考验你在搞不清楚它在干嘛的时候，会不会试着怎么样把它拆开来啦。它的意思是 PX 等于2。好，然后因为你 x 跟 y 是底下的点嘛， p 跟 q 才是那个动点，所以 px 等于 2，pc 是 z 啊， pc 是6，然后 qx 也是2，然后 qz 也是6，可以吗？看起来一样哦，可是看起来很接近的，等一下哦， PC, 对啊，看起来很接近，可是呢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先来看看 P 这一点在哪里。PX 等于2代表它是距离 X 单位长2的，然后 PC 是6。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上一集就讲过了。这样子的话呢，因为一格就是2嘛，所以它既然距离 X 是2，那么它就应该在以这个2为半径，以 X 为圆心画弧，它应该在这个弧里面。在这不是弧里面，在这个弧上面，在粉红线粉红色这条弧形上面。那今天呢这个点它 PC 等于 6， 也就是说它距离 C 点的距离是 6， 那它应该以 C 点为半径，以 C 点为圆心，然后以6为半径画弧。那因为 CD 就是 6， 然后这样子这个也是 6， 所以它的画出来的弧会在这里。所以这个点也应该要在这条弧线上，那既要在粉红线上，又要在直线上，就是这两条线的交点。所以 P 点会落在乙这一区，可以吗？那么 Q 点呢？要注意哦 ，QX 也是2，
换句话说，以 x 为圆心，二为半径画的这条粉红色的弧 ，q 也在这个弧上哦。可是接着呢 ，qz 是6哦 ，qz 是6，所以说接下来这一步是以 z 为圆心 ，b 为半径哦，那画弧。那咖啡色的弧和粉红色的弧呢，其实只有交在一个点上，那个点在哪里呢？那个点就在 B 点，所以 P 在乙区 ，Q 在 B 点上。这样可以吗？来看这一题哈，那我们在之前的举的例题都是比到整个大三角形啊，其实我不见得要比到整个大三角形哦。所以在这一题，我们就来看这个，他说 DF 等于 AF 等于 DF， 哎 ，AF 比 DF 比 B 珠哈是1比1比3，1比1比3，然后他说。AC 等于 4AE,AC 等于4倍的 AE, 那所以这边、哦、是跟这边比起来是1比 4, 所以这边比这边还是1比 3,、哦、这样可以吗？然后这里撇两撇、哦、所以这里是等长，然后他问你那这一块 ABCG,、哦、BCG。和这个 DEF 啊，问你这两个的比是几比几啊？这样子。那我刚刚说，我们不用比到整个最大的，我们之前写都是用这个等于几倍的什么这样去写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用比的、啊，那或者说我们在用比的同时呢，我们来设个 R 或是设个 A 方便计算。所以左边跟右边如果是1比1的话，这里就是 A 的话，那这里设 A 的话，它的面积是 A， 那这个也是 A 嘛，那整个是 2A，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整个是 2A， 整个是 2A 的话呢，接着1比3嘛，所以这个 2A 的话这边其实是 6A， 然后整个是 8A， 好，你看我就不写了，如果今天你不是在写计算问题的话，好，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啦，如果不是计算问题我都直接就是开始标，对不对？我再说一次齁，这两个等长嘛，等长那他们同一条线抵在同一条线，顶点又同一个，所以他们的等高，等底等高，这个 A 这个就 A， 那整个 2A， 整个 2A 齁、哦、这个跟这个又等高，底是1比 3, 所以这个 2A， 这个 6A， 然后整个 8A， 可以吗？所以 ACD 是 8A， ACD 是 8A 的话，这边比这边是不是又等高？ACD 比上 BCD， 对不对？底又在同一条线上，顶点又同一个，哦、所以 ACD 比 BCD 又等高，等高的话面积比是底的比，他们底的比是2比 3， 我这边已经来到 8A 了，所以这边的话呢会是 8A 的二分之三，也就是 12A、哦、12A 的话各分两半嘛，所以这个 6A 这个也 6A， 所以他所比的这两个是6A 比 A 是6比 1, 这是这一题。这样可以吗？就是说我们不用每次都在那里说什么 ABC 是几倍的什么，可是你自己要知道怎么比、啊。你如果知道怎么比，好，你是可以省下一点点写它的时间。好，再来看上次的作业，这里有个三角形边长 43,14,15,要求边上的高，那我必须说你没有看过这一题的确会有一点点难做，但是如果你愿意带着未知想下去一直去乱想的话，其实也不会那么难做哦。他已经提醒你我要求的是 BC 边上的高了，难道你连画都不画出来吗？哦、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把这个高画出来。那当这个高画出来的时候，你想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求这个高的，那么好歹怎么样。哦、如果我知道面积，当然我拿这个14乘以高除以2是面积嘛，可是我不知道面积、哦、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如果没有办法直接算就
设 x 嘛，我不是一直在这样讲吗？哦，包括几何的问题也是哦。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用加减乘除比就算出来，那么怎么样？就设某一个什么为 x， 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这边哈、哦，比如说这边设 x， 那这边是就是14减 x， 对不对？哦，设。这个应该说做高 AH 啦哈，设 CH 等于 x， 那么右边这里就是14减 x 嘛。那么怎么样呢？好，我们在前面教几何的时候，我说哈，几何常常用来解问题的方式就是说，有某一个东西以什么方式列式会长成，比如说 a x 加 b， 以另外一个方式来列式会长成，比如说二分之一的三 a 减四这样子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两个写法都是指同一件事情的话，那就可以用来解那个 x 了。那现在在这个图里面哈，你会发现左边一个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右边一个直角三角形共用 AH， 所以说 AH 以毕氏定理来说 ，AH 的平方在左边这个三角形里面是13平方减 x 平方。好，我就不写这个在三角形 ACH 中了，因为我想要写一条一整条式子，所以我省下一些东西。那它就会等于在右边这个三角形里面。它是15的平方减掉14减 x 的平方，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这里就有一条方程式了，就可以解 x。那这个169减 x 平方会等于225减196加28 x 减 x 平方。那两边都有减 x 平方，其实会直接杀掉 哦。那所以你就会发现， 28x 就会等于这个15平方减14平方，留下15加14是29、哦。那29搬过来给它减掉，是留下140、哦。所以 x 等于 5， 想不到吧？这个是 5，、哦、这个是 5， 所以这个是9。五十二十三，九十二十五，哦，刚好就是直角三角形，没有错。所以 BC 边上的高呢，12，对啊，好，再来看这个哈，我说这个东西有一个特殊名词哈，叫做内分比性质。好，那大家不用一定要急着要背哈，因为我们到了下学期学相似型还会再证一次，用不同的方法证。在这里呢，哈，就是说如果那这里是角平分线，所谓内分比性质就是说，哈，三角形 ABC 里面 C 是内角，内角的平分线画过对面的底边的时候，这个点是珠，那么 A 珠比 B 珠就会是 AC 比 BC， 就是说这里比这里，如果这里比这里是 A 比 B 的话，那么这边比这边就一样会是 A 比 B， 可以吗？好，那要证明这一点，那可以怎么证明呢？其实并不困难，哈，并不会很困难，你看哦。我在这里呢，珠是角平分线上任意点嘛，它到线段两端点是不是等距离？对不对？这个 D 到 BC 的距离和 D 到 AC 的距离会相等，所以我们都写 H。那这个因为 CD 平分角 C， 所以这个D 到 AB，D 到 BC D 到 AC 和到 BC 之距离相等。那我们都写 H， 那事实上不用，没有要算 H 只是先标一下而已。那从这两个距离相等，你就可以看出来怎么样？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所以。三角形 ACD， 就是上面这个，上面这个三角形 ACD， 它的面积比上三角形 BCD 的面积 ，BCD 的面积，那因为等高，所以比它们面积比就是底的比，也就是
这个 AC 比 BC， 我稍微把这个笔换一下，因为 A 一般是小 A 一般是指 A 对面的嘛，这个是 B 啊，这个是 A， 所以这个是 A， 这个是 B， 这样可以吧？所以 AC 比三角形上面这个三角形的面积跟下面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比，因为高是一样的，所以面积比是底的比，哦，所以就会是 AC 比 BC， 也就是小 b 比小 a 啦，哦，OK， 好，哦，那么然后呢，既然我知道上面这个三角形面积跟下面这个三角形的面积的比一样的，那如果我今天改用这一边来看，改用这边来看底的话，它的高是不是又一样？对吧？哦，它们的高是就 都一样，所以这个面积比既然是小 b 比小 a， 那么其实它们的底的比，也就是 ad 比上 bd， 就应该也会是小 b 比小 a，哦，就也会是 ac 比 bc，哦，这样可以吗？哦，当然你可能要写的比我的这个所写的东西字更多一点，就是说同底等高啊之类的，那我就没有写。OK， 好，那我们的这个这一集齁上到这里，那我们三角形的几何推论就教完了。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懂呢？好，不论是这个同底等高的面积的一直代换的比例齁，那还是我们之前证明三角形全等齁，都需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讲齁，你要带着位置去思考。不是老师，就算是老师也不可能每一题马上一下子就知道就是这样子算哦。那为什么会对？就是因为两件事情，我们愿意想深一点，如果是这样算，然后会怎么样？然后会怎么样？去把它想完。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想深？我们会相信自己想的可能是对的。那为什么能相信？因为我们平常哦，就前面的知识就懂得比较多。好，哦，那这样子你就会愿意相信自己，你就愿意算得深。好，哦，那。那个我知道这样讲对于有一些前面已经没有学得很好的人会有一点点打击到，但是就是还好嘛，反正我们时间还早，赶快回去复习复习看有熊老师的影片这样。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